也太胖了吧你！太绝对了，你这个神态啊！我有自己的口味，不行，怕瞎说。不是叫什么我忘了。于和伟，于和伟。对，博哥就是通知你什么，通告你什么啊？可以没事啊。经验没那么多，好在有一腔满满的热情。开机大吉！好，开头。防水衣，防水衣被阿姨洗了，然后就不防水了，但是口袋很防水，因为所有的雨都漏进了口袋，而我的电话在口袋里面，然后电话就一直被泡着，还有我刚买了一个取景设备也装在口袋里面，全都报废了。我们这样，来，其他人全都下，其他人下，待会儿我们就都下去了。先说这块戏。没事。就跟我接这个戏的时候，经纪人跟我讲说，李老师，我们接的这个戏当然价钱是很好的，我也很满意的啊，你去玩，而且啊就群戏啊很轻松啊。对天发誓是这么说的，第二天一到现场就我头都晕。这是来拍戏的，这是经纪人说的是这个话吗？那种环境一看，哇，咱们下去的时候几百公尺啊，那个楼梯都是搭出来的，那你回来怎么回来呢？缆车上来啊，爬上来啊。我这讲的，我讲一讲，可能眼泪要掉了。李老师，您待会上去吃饭吗？我不吃，露露她去吃饭，然后顺便给我带一点下来就可以了。你为什么不上去吃？太累了，爬上去。有像，还真是有像。那个腰都细了。不是这么忙还吃得下去、啊、就像几个月前他是不是在这拿水，我忙还吃得下去，一下就解脱了。这么多、哎、这不对啊，我们就给我们一个盘，你这三个盘有一减啊，不行。不过还确实是，实际上是没跟我说，确实是。哎，你自己吃吧，我去换衣服去了。我也不能老是陪着你吃。刚导演想太多，你手就好了。好嘞，他自然，对，有点紧张，然后就把它放出来的时候，然后。
纯天然的石头，反正就是好，别走。印象是吧？因为都不太深刻，因为实在是不想待了。反正就是好，别走，别走。美就不用说了啊，丰富也不用说了。就你还在怀疑为什么这么美的地方之前竟然没有人去拍戏呢？后来去了以后才知道，人的宣传语就是一年我们这里有365天，有400场雨。过两天是映照，早期海边所有的戏，又是鱼戏，又是群戏。哦，不知道能不能撑下来呀？大到什么程度啊？狂风暴雨，看见那个风鼓吗？啊，那个是吹风用的，就是在类似于台风中进行表演。啊，导演，啊，你刚才看了一眼这个怎么样？我现在连风带雨都可以警示一下。我说张总那儿一定注意安全啊，那个下边是海。就现在感觉好，因为现在不是特别冷，刚淋一会儿，我可能就自己就说大话了。下雨。演员也都跟着吃了不少苦，就在雨里边，大风还吹着，那个真的是挺辛苦的。我就一开始就，就感觉这整片脸的水被蒸加了一样，感觉真的是世界末日了，当然不好了。从早上到晚上一直这种大暴雨嘛，就是各种雨服、雨鞋什么的都不好使了，而且全身包括里边的内衣，哎呀妈，都全湿透了。我不想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我遇水就变成很开心的小动物，黄白色的表情。胡哥，哎，黄磊，黄磊哥，好好说，黄磊哥，好。好的，来。对，起来，我让你头保持稳。好，哦，刚起来以后在这发现风，在这个在哪儿判断一下，再这样多留一点，风就这块稍微先这样晃晃，大家跟着走，然后再走，要不然你看一下就过来没了。好嘞。导演
啊，叫导演。哎呀，我洗一下眼睛。下雨的时候没有关系，是因为我们最近有喷那个胶。哎，老师，你必须用情绪，你不能光滴眼药水啊，这不合适，真的不合适。作为一个这么旧的演员呢，迅哥，方法是可以用的。哎，何伟，我觉得你那个状态特别好，啊，在那上面。好，你那个好，咱俩配合的特好。眼睛马上刮掉了，看见电视了。这不要爬一下？好，王少起来，连你一块回回。今天拍了海难后的第一场，但是真的有点感动，也为那些画面呢，也为这么多专业而又为此付出辛苦的人，为这个戏骄傲，也为他们骄傲，也感谢他们。相信这场戏剪出来会不错。有这么忙吗？好吧，那就这样了，明天还是一早，晚安。朱老师，我们这个地方拍摄的情况怎么样？海阔天空。要出太阳吗？别吓我。风平浪静，天地苍苍。看有没有雨啊？真想等。新导演的毛病他都有呗。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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